环保署在6月29日进行环评大会，决议通过山原棕榈滨海度假村开发案环境差异分析。台中山原周遭的阿美族加入兰、紫桐、杜兰三个部落族人，经联合地球公民基金会等环保团体赴行政院抗议，通缉行政院放任财团开发，侵害原住民传统领域。张景山出来！加入兰部落族人钟景荣对着行政院下跪，用力磕头16下，要求观光局立即停止开发案。我只是部落的中生代，我们的老一辈长期被执政者洗脑。部落族人大喊：“还我土地自主权！棕榈滨海开发案，滚出去！”时代力量立委林长佐与高露以用也到现场声援。高露以用指出，族人磕头磕到流血，但行政院指派科长及官员接受澄清，让部落族人情何以堪。